这边有标的，是现在是蓝色的。然后按一下 N O。嗯，开。然后它闪了几下。闪了几下。然后转到没有标的。转到没有标的地方。然后按一下 O F。嗯。然后过了几秒，变这样了。等它变成蓝的为止。然后这样就行了。